天气小可有较冷啊，但是拄拄啊好，是毋是？吼、哦，袂真寒嘛，吼、哦，即个天气吼、哦，读册上介好啦，吼、哦。今日即节课我要甲各位人讲的吼、哦，就是讲，咱台湾人吼、哦，迄个心胸啊，甲迄头脑嘛，拢敢若看台湾尔尔。啊，即是啥？即中国文化。伊就是在教育内底，让咱所有人感觉讲吼，台湾是上界大，全世界无比台湾较大。但是呢，真可惜，台湾是上界小，全世界无人比咱较小。虽然台湾人呢，你受过这个法律的教育以后啊，你会徛在看台湾的立场啊，爱升爱提升，爱去较悬的位置来看台湾。大日本帝国当时的土地有偌宽？来，迄个叫咱个放迄个大日本帝国的土地有偌宽？大日本帝国呢？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发动的主要两个国家，一个是德国，啊，一个是啥？日本，大日本帝国。我问各位一个常识啦，吼，德国战输以后有签德国条约无？有个人伊感觉，你感觉有个人举手？德国啦，德国啦。德国建书以后有签德国条约举手，你感觉？你感觉？你唔对嘛，无要紧啦吼。啊，你感觉无会举手？啊，唔知会举手？这全世界所有的人吼，对这个啊，这国际上的迄个上是上届无会对咱台湾啦，无签啦，上来无签，伊是规个叫消灭去嘛，规个政府纳粹政府规个拢。啊，拍倒去，拢无，所以德国无签条约啦。但意大利有签条约无？为意大利甲德国是因两个是斗阵嘛吼？啊，意大利建书以后有签条约，你感觉有签的举手？啊，你感觉无签的举手？意大利？啊，唔知的举手？欸，恁拢上过初级班的？意大利伫1947年2月初签的啦。我上回有讲过呢。所以我跟你讲，你爱做笔记就遐呢。上课时拢知啦，为这边听，为这边走。啊，你要我跟你问，你都唔知啊。意大利签迄个条约是1947年2月10号。来，迄意大利条约吼，给你看一下。意大利条约，1947年2月10号。1947年2月10号的23条，你来看哈。来来来来，看遮看遮看遮，你稍等一下本，你看遮，意大利条约23条，你甲看吼，23条，含咱的迄个旧金山和平条约2条吼，很类似，你有注意看无？有无？意大利 renounces 放弃 all right and title to the 啊，不，这边看啦，伊是Italian territory 吼，伊个就是。意大利的殖民地，遮的土地有遮济啦，哈、哦，有阿非卡啦，哈、哦，利比亚啦，哈、哦，啊，甲即个也做索马利亚啦。伊要求是迄个意大利放弃，啊，因为遮物件是意大利的啥殖民地。啊，你啊看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第2条，所以你啊看，你研究来第2条 ，Japan renounces all right,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。哎，啊，偏偏的放弃。派旧金山和平条约，甲日本帝国讲哦，你要放弃三项。啊，干那意大利放弃两个，搁看一摆意大利的，来搁看一摆意大利的。意大利放弃 right 甲 title， 各位，所以你啊看，这战争法你读哦，你唔通读一个表面的啦。你所读的，就是爱涉猎所有的条约，全世界条约，加，到即摆为止啊。当然啦，吼，有真济啦，啊，较重要吼，挑20-30个尔，你们看20-30个呢？20-30个有够，互你读一世人。啊，是安那？大日本帝国放弃台湾的三个，啊，这个意大利放弃2个，原因是倒，一个是殖民地，啊，一个是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啦。这个 claim 嘛，就是放弃啥 ？claim 就是主张。噶那是有政府有主权的，叫这个 claim。所以日本政府
日本的帝国政府放弃台湾的主权权利，就是为这来。其他意大利、伫个南非啦、South Africa 啦，还是即个叫做利比亚啦、索马利亚，迄拢是伊的殖民地尔。所以殖民地呢，意大利的政府放弃两个物件，安尼就因这物件，即个叫做殖民地啊，就造出来，就免阁属于管了。但是台湾就无同款呢，台湾放弃三项。所以在这个所在，以日本政府放弃的，不是台湾的主权，是放弃台湾的 right of sovereignty， 就是主权权利。什么叫做主权权利？主权的权利以外，还有一个主权义务，就是叫做管辖权。所以日本政府已经放弃台湾的管辖权，日本天皇伊的土地所有权，和交予日本政府来管，那个叫管辖权。所以日本现主是袂当甲咱管的原因，伫这个所在。啊，无你是个土地，伊才袂当管，会杀你啊！所以他不能管。所以你研究这渐渐犯吼，当然啦，他们讲你也爱有真，迄头脑爱真好啦。你读过唔通袂记哩，啊，囥喺头壳内底。啊，你后摆佫读着物件，讲因奇怪，啊，这两个也无共款，啊，这无人甲你教呢，你家己爱去做分析呢，你才有法度。你话说，我讲美国人真歹。美国人的头脑嘛，真好，非常的好。旧金山和平条写写，全世界拢看无。你要相信无？真正拢互你看无？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解说，日本人日本人的解说，英国人，所有全世界拢在解说，就今天和平条到底在讲啥？足足搞的呢吼！写物件写到互人看无，还就是模糊政策了。而且模糊政策是安那对有好处啊？你是美国即摆叫你中华民国买武器，啊！即买武器，台湾关系法内底用的字是啥？我去互你占领，我来着买，我当然免买啊！啊，免买变安怎？伊用啥物字？伊用啥物字？伊用一个字，很特殊啦。这个字就是讲，甲中华民国讲哦，我开菜单互你，啊！你中华民国你家己鸟。我买的买来吃的，安尼立钱，安尼在这个国际法内底就定义是安那，定义讲我美国并无卖予你，是你要求了我才卖予你。问题是你要求中华美国买，啊，什么人立钱？台湾人立钱啊！啊，所以实在讲，我咱想到这美国人，我是真害的代志呢。哎，就头脑真好，啊，所以咱台湾人的头脑爱比较好。我即马我感觉我比较好啊，伊即马有惊我呢。我讲，哎、欸，你写这是安尼什么意思？啊，所以呢，我若发了着，我就不放。例如讲征兵的代志，我给你占领，你乃是台湾去征兵，所以马英九讲哦，用募兵诶，其实募兵嘛未使。你要叫我台湾人效忠什么人？你中华民国是我台湾人伫法律上的敌人呢？你若讲叫我去效忠敌人，这不对。所以顶回。顶几个月啊，中华民国国防部发布讲，啊，伊即摆兵啊足欠的，还欠6万名啦。你毋知会记得这个新闻无？啊，伊讲要搁扣啦。我毋知去上课，我就甲讲，你若好胆，你搁扣我看卖啊！你若搁扣我，马上给你，讲我马上告奥巴马。哎，成立咧，啊，所以马英九出来讲啊，啊，再怎么困难，我们都不要募兵。所以我讲国际法是真有效的物件咧，毋是无效。你毋通看讲。伊无讲无做，其实伊拢暗中咧做呢。咱就点点甲看，所以咱前即个每一遍你上课20-30万人咧看呢。咱即只个声明无咧做假呢，拢是实际上要来做呢。大日本帝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啊，帝国无签条约，但咱台湾即个日本帝国有签。日本帝国即个土地到今日还未解决。你讲台湾甲这个朝鲜，两个拢是殖民地，本来两个拢殖民地。后尾啊，日本天皇发布迄个啊做，迄个天皇诏书，伫台湾实施宪法，予咱台湾人有参政权甲参战权，为满国公会规定，为殖民地变作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。啊，我来问我真奇怪呢。
啊，那你讲台湾变成神圣不可分啊，韩国嘞，大韩嘞，你也知影韩国的历史。大韩民国本来叫做韩国，叫做朝鲜帝国。朝鲜帝国帝国哦，原来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。所以以这个朝鲜帝国会当割让无？未当割让。所以1905年，台湾跟台湾和清朝灭掉是伫1895年，朝鲜是伫1905年，伊签一个并合条款，日本天皇甲大韩帝国的中立，迄当阵皇帝去推翻了，迄中立啊，甲日本天皇啊签一个并合条款。这个并合条款，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，伊有一个叫做天赋不可放弃的义务，这是罗贝啊杜勒斯讲的所谓的残留主权。因为韩国和日本帝国天皇签这个和平那个并合条款啊，伊将伊的主权留咧，但是伊的管辖权啊交予日本天皇。安尼的时阵，变作日本咧统治韩国，韩国是伊的殖民地。所以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第三条很简单，伊就第一条很简单，就是大韩民国，日本放弃大韩朝鲜的管辖权，啊，因为本来伊有主权嘛，啊，放弃管辖权，所以韩国马上啊独立建国。台湾是无同款的，台湾是一声挂号日本天皇的时阵啊，所有物件拢无去啊。包括主权，包括管辖权，拢总无，因为咱是殖民地啊。是一直到1945年的4月7日实施宪法以后，台湾人才得到跟日本人民同款的地位。这就是是安怎，台湾本来为殖民地，啊，韩国嘛是殖民地，啊，是安怎韩国会当独立，啊，台湾无法度独立的原因是这，因为日本天皇要个点亮的租款、所有款呐、啊，人土地伊个啊，啊，怎个讲？我不到底台湾，安尼奈无租款，你无租款都无唔对嘞，你是假生一只尔呢？过去所有全世界拢总是帝国个呢，拢是皇帝呢，所以咱这是无法度的代志啦。你想看，你敢唔当敬父母？我都敬父母啊，无法度呢，生出来。你的老爸什么人？伊就是你的老爸，啊，不是你的老母呢？我们没有办法选择呢。哦，这是一个真大的迄个国际法的法律的迄个观念。所以你看看哈，北方四岛，北方四岛是日本天皇的啊。啊，北方四岛即摆苏联去甲占领，日本一直甲讨，苏联甲讲一句话：北方四岛不是你的，玄龙宫不是你的。因为日本政府，今天的日本政府和以前的大日本帝国政府有同款无？无同款啦。因为1947年的5月11日啦，以实施啥和平宪法，迄了就麦克阿瑟甲改啊，所以无同款的政府啊。所以迄个普丁甲迄个安倍讲啊，你等于读册啦，两届呢，迄是足无民主的。两届去王宫，你等于读册啦。啊，你别甲他讨北方四岛。啊，北方四岛，伊无多甲讨，啊，等于读册，伊无多读啊。派人来甲咱讲啊。嗯，啊，你都听讲你 Roger， 你都研究啊。啊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我讲很简单啊。北方四岛是安来变成苏联的，因为伊是分配占领的时阵啊，由这个苏联在迄、那个啊，做1945年8月7日。向日本宣战，因为8月7日第一粒的原子弹弹落，8月7日苏联宣布对日战争，甲宣战就对了。啊，所以战争结束的时阵，8月15日投降的时阵啊，日本天皇投降，北方还佫在战呢，遐日本军队还佫佮伊战呢。他们讲啊，日本人以前是足歹的，阿妈足敖的呢。我感觉咱变做日本人是与有荣焉呐。所以你唔通叫是讲哦，咱拢真嫩，咱无真嫩诶，咱是用教育了哈，
本来徛停停诶，即摆变稳固啊，变成家己拢无自信啊。台湾人爱有自信啊，对不对？像我头脑遮尔好，我嘛是台日本人啊，对不对？大日本帝国就有影啦。啊，你是不是？我甲你讲啦，你即摆叫你讲事吼，你一定心内要解忧解忧啦。啊，日本是窃占台湾啊，啊，老百姓做贼啊，叫我甲认老百姓是贼啊，唔是安尼讲啦。哦、不是这样讲，我这样讲，这样你敢做参考的哦？看看你的心内底，你爱去读册，读册了，你就感觉讲哇，咱拢足了不起的，我们的种很好呢，种真好呢。我跟你讲，种真好，你要相信吗？你相信的举手，啊，无相信的举手。啊，你讲种真好是安那好？对好，即马看起来敢真歹呢？你别感觉吗？贪污的贪污啊，对不对？啊，碰风啊碰风啊，讲白贼讲白贼啊，啊讲红叫诈骗啊。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天皇宣布投降，中华民国一直到九月，中华民国军队才入来，60几天的时间内底，咱台湾归岛，无半个警察，无半个军队。台湾人的秩序啊，是伫战争内底结束以后战败的国家内底啊，台湾的特殊第一名的，犯罪率零。什么叫犯罪率零？无人无一个人做歹代志啊！你捌听讲你的阿公阿嬷还是老爸老母讲啊？以前细汉的时阵呐，阮家人无你锁门诶，敢毋是？有无？你有听无？啊，这是咪水准？好大！你即摆卖锁门试看卖啊！隔天讲，卖讲隔天啦，迄暗你也看恁家人用搬了了啊！即摆变成即款的社会诶，即种的品质诶，所以咱来甲恢复啊！咱是本真好诶种，我都甲恢复。咱的心里面真好啊，但是呢，咱无阿多甲恢复是安那，是与咱的教育的问题啦。北方四岛是日本天皇的，所以苏联甲安倍讲，迄毋是你的。后壁迄句话，伊学迄个美国，美国我爱甲你讲啊，美国嘛我爱甲你讲，见拜美国甲你讲，你不可以独立，你不可以公投，你不可以加入国际组织，欸足奇怪呢，大家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啊，从来没有讲一句可以。我都在逼逼讲，你要讲一句可以，我哪一个可以？你来讲啊。但是中华民国配合伊啊，配合美国啊，伊不爱跟你讲啊。啊，咱所以咱台湾人很拢戆戆啊，啊，唔知要为个开始啊，各位为战争法开始就对啊啦。这个条路已经替咱台湾找出生路啊啦。咱来是这里受训，会算大家好运呢。但是他拄啊，我有听到班长你讲哦，都爱守秩序，迄些是别人讲啦，本来都爱守秩序啦。台湾人有真济品质、贵气，所有国家拢甲咱学落诶，敢若亲像这边311子妈咪，就是迄海啸诶时阵啦。你看日本人，电视嘛，全世界拢惊着嘛。要去迄个甘愿家己枵死，伊都无要，哎无哎，都要排队。巴肚足枵的，伊嘛伫排队，排到啥物时阵，还未轮到伊啊，枵死去啊！这种的精神，就是咱台湾人爱有的精神啊！你讲对不对？无精无元气的型呢哦，是拄啊困起来啊！咱台湾人搁讲一摆，台湾人爱有自信，咱台湾人爱有志气。即摆皇冠无唔对啊，所以咱即摆伊若讲咱无合理诶，咱就甲抗议甲告。但你告中华民国有效无？无效呢。中华民国是总经理尔呢，爱告上董事长呢？董事长啥物人？美国啊。所以这美国足嗨，伊拢秘伫后壁，啊你拢唔知影。所以，伫总统府的头前的示威啊，迄种示威假的啦。迄行路行较济都无效啦，行较你两双脚拢断去都无效啦。
刷你去跟你讲啊，台湾人都不合作啊，实在有影足苦的，哪有不合作吗？不团结，干我不团结，足团结，足合作的，钱拢开到两米大去啊！你袂感觉吗？每间人伫竞选，来我问你咧，大家目睭起起，卖看别人啊！你捌支援所谓的民进党还是党外，请你举手，提钱甲支援的呢？加加减减，遮侪人你啊看，啊遐钱拢支援了啦，拢唔掉去啊，拢支援唔掉去啊啦！你支援为对去，支援来害你家己啦！你去自杀了，你家己都唔知影啦！中华民国那继续伫台湾一天，咱的子子孙孙都永远做奴隶做一天，但是一天要甲变过来，无遐简单啦！曼德拉最近过生日，95岁啊，去予南非啊白人的政府甲关27年，写了不起呢，人权斗士，去关了出来，无要报复呢，足厉害。听袂讲，我若想想，我可能做袂到。咱台湾有228嘛，南非嘛有呢，南非的黑人。我是同款的，伊嘛同款，互黑人啊啦，无爱互你教育，甲你愚民政策，甲你教拢假。咱台湾就是安尼啊，所以今日非常的欢喜吼。咱大家人这无你的头壳，无管你是真心伫遮也好，无真心伫遮也好，敢若想讲我要来做官安尼才来，但是这无有一点，你会知影讲要来上课，这无你这三天。袂当白白来一个所在，你爱读着物件啦，好唔好啊？好，你一定要得到东西。等下呢，我遮有两张即马上新的迄、那个 DM 嘛，要分给各位。你家己看嘛，我紧，等于分给人看嘛，会使哩。八方四道，一经营时啊，苏联真头脑真好哦。伊去占领八方四道的时阵啊。伊大声做一个动作，什么动作？准备船。迄四列岛内底有13000多名的日本人，拢甲伊讲：“恁把好啊，款款的上船，全甲载在日本的本土。”啊，全迄个八方四岛呢，伊派兵全甲占嘞。你想讲苏联那就黑戆？啊！你占就占嘛，安尼个遐日本人拢个观光走，为什么？伊去制造一个国际的现实是啥？无人岛啦，无人岛，无人岛。伫国际法的规定，什么人先占，什么人会。所以日本当时这个退的时阵，苏联，你知影吼？两三年前啊，迄个苏联呢有一个报纸叫《劲爆》。有两个记者来台湾，跟我见面。啊，伊讲，听讲你都迄研究迄战争犯哦，啊，我就改讲遮战争，我讲伊惊一条呢。啊，我讲啊，恁苏联有要遵守战争犯无？伊就咦咦咦，我讲有啊，无啦。刚才要离开的时阵，甲邀请讲吼，拜托我去莫斯科访问啦，所有拢伊要招待啦。我台湾我袂当离开啊。我若离开中华民国，绝对无爱华顿啊！我讲本来你想讲，你跟看中华民国斗好势好势，甲我赶出来吼，啊，绝对无爱华顿啊！我不去。伊讲去我，啊个但是个交代一句话讲，你这个事情都不要跟日本讲哦。我啊，你怎么不早一点讲？我早都甲讲了啊。所以等于以后哦，伊做一个工课，第一，应甲中国讲，瞎指导啊。我要行你中国，但是要一半，啊一半，行你一半就好。八方四岛四粒岛点，甲日本讲哦，我行你两粒，啊我摕两粒。推阿面的中国甲答应。啊，江泽民讲啊，我是民族英雄啊，啊物件向摕去，啊我摕一半倒转来，我民族英雄啊，卖国贼啦，占领袂当移转主权呐。伊占偌久都无效啦，一定爱行李啦。所以
要兴日本两粒岛的时候，我甲日本讲啊，唔通唔通同意。要兴四粒岛爱拢兴。啊，日本人讲哦，按苏联怎啊要过向？过苏联吗？是不是？你感觉爱过苏联的家手？你感觉唔知影家手？啊，知影甲讲啊，你知影是知影单位？过美国正确。哎，奇怪啊！苏联占领我去告美国是要创啥？因为二十三条啦，美国是所有即日本的即太平洋地区所有的主要占领全国，所以你要告美国，啊，别人讲哈告美国，我你惊，我都敢告啊，你唔敢？告美国就对啦。啊，所以苏联即马不爱行，伊讲要谈判，我你甲告告美国，啊告到落尾啊，美国人出来开始讲的时阵哦，美国甲苏联爱战争呢，迄叫做吼龙狗相加，啊你看徛关山看马跳脱，你国家较细，你都要用头脑啊，你无都改变吗？啊你即马日本甲以前无同款啊。你的军力无遐大啊，所以你就爱安怎，爱用智慧。但是美国嘛，还阁足惊，惊你咧台湾含后摆有一天甲日本阁合作伙，伊嘛足惊呢。中国嘛惊呢。尼克森访问中国的时阵，基辛格甲讲啥？尤其因签的迄个备忘录第五条，甲美国讲：你若美国撤退以后啊，千万不要让日本势力再度进入中国台湾。我唔免日本入来，干咱台湾家己发起就可以。咱这边是咱家己发起的啊，咱是读迄个战争法咧发行讲个，啊，就战争法规定较清楚啊。你执行就好嘛，你美国要执行嘛。所以我甲你讲，咱阁坚持落去，免偌久啊啦，很快的时机啊，咱会看到咱台湾未来的光明啦。八方四岛。诶，地位甲咱台湾地位同款，八方四岛是苏联占领，但是中华民国占领是台湾，所以即阵日本开始修宪，即阵修宪以后，日本登去大日本帝国去，登去大日本帝国以后，代志就较好办啊呢。日本天皇虽然无讲话，但是像安倍晋三这种的政治人物，会几鬼也出来。咱伊拿出来，咱要提供所有论述给你。咱这论述，美国都唔敢跟你讲唔对，中国嘛唔敢讲唔对。希拉瑞伫海南岛，去年十月三十一讲啊真清楚啊，爱用国际法来解决南海这所有问题。中国东海即马讲起来，迄个识别区啊，伊嘛落卵啊。但是我感觉吼，美国，伊讲，东海，迄国门啊，讲啊，做要求遐航空公司爱甲中国报，我伫想想，美国到底伫算啥物物件？伊讲好报，讲好，我不承认。啊，国门伊讲啊，爱甲报，我是讲美国吼，嘛头脑真好，一个航空世界区遐尼啊大的所在，飞机一天伫飞是几啊百架呢？啊！你伫飞，甲你报告的时阵啊，你也甲监看无？哎呀，爱对话无？哎呀，监看对话爱什么物件？钱呢？爱钱呢？伊国家爱请足济人个呢？啊，开钱啊！我感觉美国一直咧甲消耗伊中国个金钱。苏联想来倒，那去解体，就是伊咧甲美国竞争啥？太空嘛。好，落地就落地了。今日美国明明都无的物件，伊嘛甲放一个消息讲：我已经发明什么东西呢？好，伊都下死嘛去研究啊！我看我刚刚，所以有人伫讲啊，登月，美国去迄个登陆月球啊是假的，我较想有可能呢。迄当阵苏联为着要拼这个登陆月球，拼到要去开足侪钱呢，无效。啊，即嘛甲这讲中国讲吼。你武器哦，今日终于爆炸出来啊！
辽宁号航空母舰五大缺点，不计五大缺点啊，上无那个经济怎么缺点？迄真是无效的啦！2000万的航空母舰和美国做一只60几亿的航空母舰要相比，它有可能啊？我的时间够够啊！我的这个过来继续吼，明仔载的这个做点半，这是外课啊。今日下晡2点的，咱有迄个军校的考试，军校的考试，咱有200个人要来考。咱的考点是用这个新台湾论呢。会考的有200题，2点前后要答出来，要做官不遐简单呢。所以咱讲算真好运，咱即马甲迄个做1月1号以前吼，这高级班的无考试，但是以后啊拢爱用考试，所以你上课嘛要认真听、认真看呢，吼。来，咱遮这里这分给各位啦，来，互你落去分好无？啊，今日本来要来上课，即马开始休10分钟要上课啊。